家孙幼稚，九把刀眼里柯震东很笨。近日，九把刀现身香港书展举行签名会，提到那模仿你，靠着柯震东绯闻博版面，九把刀就替好友解释道：“柯震东说根本就不认识他，只讲过一次话而已。”对，就是我相信柯震东吧。银牌那些年，九把刀与柯震东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。柯震东与萧亚轩的事情，小时候他也会略知一二。一聊到这事儿，九把刀就狂损柯震东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会跟你说，萧亚轩的。我会问他，我会笑他。对，就他还蛮老实的，因为他智商其实很低，他没有办法骗人，因为他的智商骗人要聪明的，他蛮笨的。有没有可能就是新的电影角二栋跟萧亚轩合作过？哇，对，那会有人看吗？当然啦，看报纸就好，为什么要看电影？